疯狂的鸵鸟攻击两脚兽，猎狗也参加了捕蛋行动，他们的捕猎目标就是鸵鸟蛋。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两只鸟，咬指甲非常锋利，这踢到身上也是生疼。这鸵鸟善于奔跑，看看这大长腿，今天的鸵鸟非常凶猛，对两脚兽也是下了死手了，绝对善于奔跑。这个鸵鸟它这大长腿，就连狮子有的时候也非常怕它。再看看非洲猎狗专门偷鸵鸟蛋，而且这个猎老二非常聪明，鸵鸟妈妈快速的回来营救小鸵鸟，差一点被鸵鸟踢傻，躲过了一劫。这个非洲猎狗